大晴，那我们今天就来下面的冲呀被包住啦。那上一次基本上啊，因为哲明这边搞错啦，所以没有成功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朱雀扇啊。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朱雀扇这边的这个，再加上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加上我们这边的那个烈焰果实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一整个忘记了，因为我上次以为是那个芭蕉扇，结果居然是我们这个朱雀扇啊。确实啊，因为朱雀这边发了这个火鸟，确实感觉好像比较像是那种就是跟那个烈焰有关的感觉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有更多的这个烈焰扇啊，加油啦，好，好，刷新一下。哎呦，哎呦，我的天，这好像还蛮爽的哦，那是这样子吧。就这一把不会是那个吧，青龙偃月刀的这个开局吧。好，先看广告。好，那我们这一局的开局啊，是真的是顶好到一个不行的、欸、因为我们直接就是开局就直接叠了超多这个格子哦、喔。其实一开始让自己的这个背包超多格子的话，自己就是打起来会真的是极度的是舒呼呼呼啊，好吧，完全没问题。来，这把我觉得应该是挺有机会的。那我们这边手套先弄起来，因为这把我们没有用那个冰豆法杖了啊、喔，所以就先不要了。然后芭蕉扇跟这个烈焰的这个朱雀伞，哇靠，欸，这一次是真的爽到一个不行欸，哎呦，我的天哪、啊，又可以看个广告先，来，走起。OK， 没问题啊，最喜欢这个多格子的这个时间的哦，直接合上去，合上去，然后看又多了一堆的这个空间了 ，Oh my god， 超爽的，这一次应该是稳过这一关了啦，好不好？应该是稳过这一关的，这边应该是没啥问题，而且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差一点点了啊、哦，我们这边只要多一点这个烈焰跟这个朱雀伞，应该是完美到一个不行，然后这一次没有飞，哎、有飞镖可以。反正这样选有在上面的这个武器就可以。哦哟，芭蕉扇这一次好像也是给的不错多哟，而且这边哦完美完美完美，太完美了！你看又送了两个格子给我们啦，要求哦，哎呦，哎真的是今日真的是有爽到哟，而且你看我们这边就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就是再让他们这个上去有没有？哎呦，全都上去了。这次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嘞、欸！哎呦，我觉得可以，好吧，我觉得可以。尴尬北拜哦，然后这边出现几率 up 提升，可以哦。然后再是这个芭蕉扇，然后这个，然后在这边上，哎呦，就是移上去，再移上去，再刷新。哇，冰杖这个时候来，好，没关系，也可以。而且冰杖这边的话，合成一把哦，完美。哇，今天真的是大好运连连，各位，我们这边应该是要看到这个朱雀伞的烈焰朱雀伞，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的哦。每波击波，每击波一个加五块这个银币哦，完美哦，又有了又有了 ，Oh my god， 太爽了吧！然后这边往上走起，这个移下。哦，烈焰果实来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有点太早了，再刷一次。哦，有朱雀伞直接满上，然后帽帽也满了，可以 ，OK， 好，可以耶。但不是朱雀伞，是烈焰的哦。朱雀伞是一般的这个风伞，然后它还是会有这个击退敌的这个效果。来了来了，真的很期待，很想看一下究竟我们的那个会发生啥迷事情。各位来了。朱雀伞的冷却时间缩短，哇，它还可以再缩短，是不是 ？OK， 那这个上去，这把刀，再合，然后再上，哇，有了有了有了，金的金的，然后这边有办法移下来，然后再往这边，没问题，开战，有了有了，差一把了差一把了，加油加油，要，拜托了。要给我合到这个烈焰出现，然后这边有冰杖了哦，所以我们就选一下冰杖的这个能力，让他们冰冻啊，有冰冻效果还是哇，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还没开始用哦，但还没有可以用，但没关系。好，这边的话应该是移到这种格子，通常那边有一些额外格子的部分都先不要填满了，来看广告。好，那这边的话，因为烈焰果实它会一直疯狂跳出来啦哦，所以基本上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也不用先留，因为它一定会有。但是像这种局面的话呢，就可以先把它留着哦。
然后我不知道烈焰果实能不能叠加，哎，哈，还没看过，再看广告，太爽了，这一把真的是爽到不行哦，背包疯狂拿、啊。OK， 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的。大家看到我们上一把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就是那个背包没有拿得很稳定、哦、但是这一把真的是稳到一个不行，所以我们这把应该是很有机会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朱雀彩的这个烈焰形态、哦、真的很帅。不然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超大只的这个火鸟、欸、如果是的话，那真的一定很屌，好不好？好，那目前来说还没到第十关啦，所以我们先继续努力。他这边一直疯狂让我看广告，真的是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什么啊？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今天的这个第一把游戏啊，所以他才给了很多那个，他才给了很多那个什么，才给了很多就是那个，哎、欸，就是广告的这个环节，因为他要你就是看多一点广告，是这样子的吗？感觉好像也不无可能呢、欸，各位。OK， 这是。这两把，好、啊，没关系，那我看一下哦。这两把，那就是把这几个移过来吧，移过来往上，然后让这个标也有这个效果。对，没错。然后哦，又有格子了，而且还有一把，哇，又是芭蕉扇。好了，芭蕉扇再来一个好了，因为我们有这个芭蕉扇的这个击退能力啦，所以是 OK 的哦。没问题，刷爆这些敌人！哟呼，你看这个超级龙卷风啊、哦，跟我们这边的那个，跟我们的这个超级火鸟鸟啊、哦，但真希望这个超级火鸟鸟可以给我来多一点。然后偃月刀伤害也可以加，偃月刀我们这边也是有一把金色的了。哦，有了，哦，第二个先上去的原来是偃月刀呀！我的天，来了来了来了，满了满了，偃月刀满了，然后冒冒。上去，哦哟，完了！像这种格子的话就比较尴尬，因为你就没办法就是在看广告了哦。这就是比较一个小小撇步的地方啦，就是大家在用格子的时候，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就是，你觉得好像，哎、欸，好像比较适合的那种格子哦。看一下哦，这边应该是这移下来，这移下来，然后这移过去，这有时候真的这样子吧，这样子，哎、欸，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刷新又是一个标，哎、欸，这一次的这个哇，这一次的这个格子数真的是世界爆炸多哎、欸，我的天，今天运势真不错，可能我们昨天运势已经拿去抽我们这个角色了哟。好，没问题，顺利给他拿下了哦。哎呦，好、哦、这个巫妖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增加这个趴数的这个商店啊、哦，应该是刷掉了。好了啦，巫妖王下去了啦，他连我这边的这个手套的这个盾牌都打不过了，啵啵啵啵，嘿嘿，可以哦。然后哇，又是芭啊，完了，尴尬了，又是芭蕉扇啊，各位。但这边的话合成了哦，完，烈焰果实一个先给他了，哦，看起来也只能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哦，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然后再一个芭蕉扇 ，OK， 然后刷新，呜呼，然后这个。刷新，然后偃月刀，冒冒冒冒冒冒，哇，这个大补了。然后冰杖，冰杖上去可以，哇，哎，我们这边真的是满满的武器都快合烂了。而且因为现在来说，我们没有那种就是很弯曲的那种武器，因为我以前还是会带一些很弯曲的武器，现在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弄起来就很舒服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就是那个有些格子搭不起来。所以在选择这游戏上面这个武器装备搭配的话，真的也是挺重要的哟。来了，各位，哎呦，芭蕉扇，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也合成了，各位也合成起来了，那就是这个，然后再多一个匕首吗？也不是不行啊。来，刷新 ，Oh my god， 又是一个这个，然后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喽，刷新一下。哦，直接，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刷到这个二阶的啦，冰杖也变高阶了，哦耶，然后烈焰果实也来了，但是现在烈焰果实，啊，完了，应该还差一点点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可惜哦，还差一把二阶的这个烈那个烈那个什么朱雀扇，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十二，还有八波啦，好不好？不过在希望在这些之前不要被他们给打死，我不知道，我很怕哎、欸。就是如果我们被他们打死，我们就功亏一篑了，各位。我们现在也可以选一下，就是那个匕首的这个攻击，看起来好像我们挺硬的哟，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哟。哎呦，然后这边刷，然后这个上，
金色的可以哦，再刷一个星，然后这个上去，这个上去，哦，满了满了，又一个满，然后哇，真的很缺耶，我的天哪、啊，给我刷一个出去，哎呀，好难哦，好难刷到，再刷一个出去，哎，有了，哦，各位有了，好，这是最高级，哦，来了来了来了。完美完美，各位，下一回合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超萌火焰鸟了。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特效，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特效、欸、希望是有啦，好不好？然后这边背包没有一件武器，攻击加一。这武器真的超多的，但这武器好像有分，就是物理跟那个法伤的，是不是啊？因为这边的话，手套好像只会加临近的什么东西，好像不。哦哟，来了，各位。Oh my god， 有够水当当！我的天，来了，然后这个上去，然后这个上去，欸、这个，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刷新，钱钱，然后银币、金币，哦，满格了，满格了，我有，我的天哪、啊，太神了吧，满格了，满格满格，然后这边和又满又满。又买了一个，然后这个上去，这把，哇，来了，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凤凰变怎么样？哦，它会有那个，它地板上会有火啊，各位，哦，它会有持续的这个火，哦，有哦，而且这个地板上持续的火应该是会持续燃烧的。Oh my god！ 我觉得持续燃烧，然后加上我们这边的这个毒地板，应该是完美到一个不行哦。太神了吧！我的天，我看一下有没有格子可以给他用。好像不够，好吧？那这个匕首感觉好，先换掉好了。哇，又是一个的，哎呦，这两个可以合啊，刚刚没合。然后冒下来，再一个朱雀扇，两只的这个凤凰开飞，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没办法。哦呦，哎呦，这游戏真的很好玩的，我的天啊，越合越爽，各位，应该可以杀烂啦啊！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可以到第二十层，然后我直接切画面过去了，应该是可以的，看一下。好，那我们这边最后的二十波是长这副德性啊，有两把的这个利焰扇子跟两个这边的这个利焰飞镖，铁定是打得赢的吧，各位，这应该是完美到一个爆炸哦。那这一次终于是让大家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烈焰朱雀扇了，它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凤凰啊，飞出去之后地板上会有这个火焰，这个火焰应该是持续伤害的这个火焰哦，所以完全很是 OK。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的这个毒刀啊，就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范围的这个伤害了，完全很是 OK。我只能说啊，真的很强哎！好险我是抽到了这个朱雀扇哦，应该还算是不错。不过我觉得旁边的那个什么，就是腰带或干嘛之类的那些防护的东西，应该是我下一个小二的这个东西吧，那个也是很重要，完全没问题，直接杀青啦，各位，太神啦，各位。